再次感谢大家不远万里来到青岛，然后来听我唱几首，这么多年积攒的一些作品哈。我写的歌还行吗？好。这首歌里面呢，只有一首歌，被更多人熟知了，就是下面要唱的这首，好不好？这首我们一起唱，好吗？好。来，体面送给你们。